这妆又素又透，怪不得这么多人问我要妆教。确实被男朋友追着夸呀，来吧学吧。先用遮瑕平衡一下肤色。肤色矫正完了，你再上底妆，哎，就事半功倍了。这个后边半拉不上啊、哦，慢慢用余粉给它蹭下去，让它底妆有一个层次渐变感。底妆完成了，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加提亮啊、哦。这个提亮它是粉白色的，就会让你的脸有点那种哎粉白皮的感觉。一点点揉开，局部提亮，直接蓬起来了。透门妆就是非常需要控妆喷雾，咱不需要定妆粉。等到稍微成膜了、干了以后，拿出。那你一眼就很无神的，拿个水线笔哦，教老多次了，戴个内眼镜，阴影处可以往外给它带一下。你戴完了这块不有个沟壑吗？简单哦，粉状沟沟，给它遮一下。谁把我苏荣的头给偷走了？咱这是淡妆，就拿水眉笔描一下内眼线就行，让它有神点，就是韩系假睫毛，长相。现在我们最后一步就是透感的，怎么让你的底妆不花白又有水光感呢？首先，那粉扑在上边，完了拿这个水光膏子，虽然已经所剩无几了，给它弄化了，蘸取高光膏子，在你没定妆的脸上。花知晓这个去月球太嫩了啊、哦！中间叠加一个葡萄颜色的唇釉啊、哦。透门啊，到此完成闭环了。完了，现在我们打扮一下这个发型子哦。